经里，天堂在人间，地狱在人间，一切呢是众生共业可以造成，共福，大家人来共同做好哦，这叫做共合，那做好，这叫做福业，众生共福。假如啦，这个心破裂掉了，那这个人间呐，社会破碎，国家破碎，人就是呢，就这样的被煎熬了，家破人亡，苦不堪。看，我们眼睛现在看的，离我们呢，虽然呐、啊，几千几万公里之遥，但是呢。现在的科技啊，让我们可以从此透视到那里去。只要呢一个小小的麦克风，它在那里说话，在那里的呼叫，同样我们也可以听得到。这叫做天眼通。现在的科技。无处不在，所以看到的呢，天下多少灾难，多少苦难，多少穷困，也是在现在的科技可以及时传出来。所以说来，这就是众生共业，所以人人行好事，说好话。愿意呢去付出，这人人都是呢造福，因为人间呐、啊、苦难呢一定会有，贫穷困苦，但贫穷的苦难需要有爱心人去付出，但是呢。战争造成的这样的灾情，要去帮助很困难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这一波的设法如何帮助，真的是很感恩啊！在当地呢，哪怕是教会、儿童基金会啦、红十字会等等。还有民爱会很多的，我们都是尽量可以呢，在各地啦，我们要跟他们来合作。菩萨们点滴付出啦，粒米成箩啦，滴水成河啦，现在需要师父一直一直要来呼吁大家点滴。我们呢，尽我们一分的心力，这叫做造福。有福，那就是消弭灾难；有爱造福，才能呢得平安呐、啊。这是很期待哦，后马乡也完呐、啊，所以我们呢还要不断的造福。今日的平安是昨天的福，那我们今天呢爱接未来的牛，讲好听爱接好来牛，咱接好，咱已经呢啊平安感恩哦，感恩同时呢还要再走好，所以我一直说第一好。修好还要再造福，那时时看到了竹筒，那叫做积福，积福筒。我们呢，点滴点滴一个铜板啊，积福了，
点滴即福啦，可以呢救济无量苦难人。大家人若累积都有力啦，也若无累积呢，再多的钱都做不到。所以累积起来，我们要靠一个一个慈善机构，一个个的，我们联合起来，从地方、国家联络汇合起来，到国际啦，才真正的能帮助到了遥远最苦难人的地方。所以吼，除了伫咧逃难人呐，尤其是呢这一波的疫情，更需要大家呢要很虔诚，要多呼吁这种非人可以打，因为看不到摸不着，到底呢这样的病毒它在哪里，看不到摸不着，但是呢这一波的感染性很强，所以你看看大家呢都要很谨慎，不要感染，我们还是自我戒备。我对病因一滴好用，哎，提高警觉，都亲像吼戴上啦、领丁，都爱清去警觉起来，保护家己平安。自公菩萨也一样，还是呢要防护好。这一般我们现在的社会哈，大家人伫咧生活，尽量。还是呢，以灾祸为平安之道，咱要会当真平安的这条路啦，上好就是还要再灾祸，不要放松。灾祸，唯有灾祸啦，才能让我们人间平安，众生平安。你灾祸啦，一切众生都平安，他们有他们生活的境界，我们有我们平安健康的生态。只要你斋戒不杀生，可以很丰富，好好的吃，吃出了菜的真味道。妈妈，你看，妈妈，你看，很美的。慢慢的，他每一次都在餐桌上说：“妈咪，我们不要吃肉了，肉小动物是很可爱的，我很爱小动物的。”你不吃，它又不杀；你吃，它就杀。妈，看这是排骨块，我最喜欢吃的耶。为什么阿公种这么多菜给你吃的？因为我说要吃菜，身体好，吃豆，长肉，吃肉不可爱，所以阿公就种菜给我吃。看看这么小，也是很欢喜树。我们要让孩子这样的天真的，没有污染，让他这样的环境成长，很大汗，这就是干净，这叫做净土，这叫做人间净土。所以各位菩萨要人间化为净土啦，无困难，只要我们吃的那净化，自然人心净化。素食的人呢，总是很有爱心，所以只要世间人人爱心呢，他就一定呢是平安，就没有嚎声，没有哀苦嚎那种悲戚的声音，一定都是笑声，一定呢都是和乐的。所以要爱人间会当太平啦，
那唯有呢，就是爱如数多数啦，那就是平安这虔诚。所以上达诸佛菩萨听这个祈祷的目的，也就是要祈祷出了世间和平。那要世间和平呢，都要人心有爱，才能和平啊，合和和谐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大福。感恩呐、啊，菩萨们爱的能量呢、啊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这就是呢平安呐、啊。